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这件事而影响我们22楼五个女孩之间的关系。五个情同姐妹的室友，闺蜜之间什么都可以无保留，唯有男人是不可以分享。可以分享心事，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真话，心情再不好，也要学会克制，不要轻易伤害那些关心你的人。可以获得安慰，我感觉我心在流血。行了，有姐在呢。10月25日晚间6点，《緯來戲劇台》欢乐颂。